too far. 出发到新店泡汤。打个招呼吧，帅哥。老帅哥，打个招呼吧。开车。老帅哥。大帅哥，打个招呼吧。Say hi。午后柚子茶。我们要去接美女女儿。这是高铁南路。现在时间是下午。到那边导航显示是1:14，要看一下路况，如果没塞车的话可以1个多小时，塞车的话我就不知道了。准备了车上吃的水果，有莲雾，有小番茄，还有芭乐，都切好的，很快就要接到女儿了。桃园棒球场。今天怎么没有节目？开后门。不会关哎、欸，好，可以。打招呼。美女，你已经开始录了，种了新的睫毛，好看吗？你有戴脚架、哦？有的。你用手持不会晃吗？真的很多吼。那这边是回报说，单纯车多是没有发生什么事。不过呢，还是要请大家，大家呢小心，看起来车多急了，我就跟前车比较。你是不拿钱？哦，那有可能是歪哟。啊，所以说白色的比较有流线感。不知道其他地方现在天气如何？以台北来看嘛，白色的比较有一片雾蒙蒙，很多根。快到了再。现在在高速公路上，国道2号前往新店，车子蛮多的。帅哥，打个招呼。说话了啊。美女，打个招呼。嗨，嗨。哎，弄近一点，弄远。好吃吗？很甜。等一下下午茶要吃不下，那你少吃点。哥哥可以睡个觉。害羞了。睡个觉。
到了，到了。好，来给我们借两张证件，订房的证件，这样好，谢谢。你给我你的，就是最后一次的是你谁交？对，我的那个卡。好，谢谢。可以借毛卡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慢慢来。好，谢谢，操作一下哦，谢谢。到达目的地。好吧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这里坐。右转到底，推门推开，对不起，更正，有一个安全门，推开，就那个安全门很突兀，推开就是餐厅了。嗯，下午茶跟早餐都在同一个地方。那你们今天晚上6点之前就到大厅集合，坐接驳车上去，这样。哎，这边请啊。那左边两边都是你们的，我就带你们。生活仪式的表演时间，我们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表演生活仪式。那生活仪式就是坐在餐厅里面就看得到了。对，待会想要看电视的话，再帮我按返回电视节目哈。音量键在这边。哦，是有混的，不是上下。哦，好。对。像这个，可是今天下雨，所以3:30的起步雨应该就是没有。嗯。因为起步雨是户外，那这个就是空绕谷。嗯。通绕谷就是餐厅的同仁会引导你们去一楼看这样子。嗯，那下午茶的部分就是到了3楼，就是安全门推开就餐厅嘛。4点之前一定要去吃哦，哈，我们只提供到4点。对，然后迷你吧部分不好意思。看到的所有的零食、茶叶、茶包、水，冰箱里面的所有饮料都是免费的哦。好，如果使用完还想要的话，书桌上的座机按铃跟我们柜台说，我们帮你们补。但是这边有个特别提醒。酒精类如果看到的是免费的，但是如果再补就要费用哦。Oh, 对，跟你们说明一下哈。哥，一楚这边请。好，肯定要先请东西先放。这个也是免费。对，肯定要先请你们往这个方向过来哈。然后可以补。这边，这个是免费。对，所有看到的都是免费的。嗯嗯，但是就是酒类要补就要费用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个方向过来。好。好，这边。衣服里面的话呢，有两种浴袍哈，那我都会建议客人薄的穿出去，厚的在房间穿。好，那因为晚上天气比较冷，没有关系，你们自己决定哈。那平时拖拖鞋是外出鞋，外面的拿拖鞋是室内拖，有习惯穿就穿，没有习惯穿没关系哈。那跟你们介绍一下大浴场，大浴场是男女分开的裸汤。如果要泡大浴场的话呢，就拿房间的钥匙到5楼大厅换置物柜的钥匙。对，那里面什么都有，可以穿便服去，也可以换浴袍去，这样子。可以这样子穿着去，里面什么都有。里面是裸体的话，必须得是裸体。对对对，泳衣、浴巾都不能穿。
这样子。对，没有错。那是早上十点到晚上十一点，我们不是24小时的要出时间。最后跟你们讲一下宵夜时间。宵夜的话是晚上的9点半到11点半，我们不会提醒你们。好，如果你们要吃，就是座机一样按你们柜台点。今天提供的是麻油香菇面这样子，然后是用 room service， 对对，会送来房间。那如果说你们五位想要在同一个房间吃，你们就直接说哦，比如说这间702要5碗。哦，对，其实你们要吃超过也没关系哦，我们是不限量的。九点半到十一点半就是你们请吃的时候随时打电话，我们会提醒你们，所以你们要记得。好，谢谢。那有任何问题一样打电话到柜台做询问。好，谢谢。可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。702那上面有是吗？他竟然不用那种。哎，还有一个房间没没没。隔壁啊，隔壁。对面还是隔壁？对面。隔壁。对面啊，是对面。嗯。环境很不错哦。没有，他说是往最里面。这里有个小瀑布。等等啊。哎。701吗？三个人睡。哎，那我怎么又有一个706？可以。那我拖鞋不用啊，他这里有拖鞋。对，他的鞋是可以有室外跟室内的。可以带回家。可以。两个房型一样的，只是床不一样。你干嘛穿进去？人家很干净。要拖鞋。哎、欸，你们可以换成这里的拖鞋，这里有室内拖跟室外拖。是啊，我们就穿拖鞋来了。不错吧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比那个苗栗的。苗栗的湿气太重。对。这个有除湿就好。哎、欸，还有红酒哎、欸，这就是信用卡专案送的，真的。欸